嗨嗨，擦个口红。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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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要来放个音乐。雪けの声を待ちと飲み込んでしまいそうな今日に君を手放してしまった小绿小绿在这是因为看见星星在想你我来吃我的午餐我的早午餐我的早午餐一直一直在脑海里浮现可恶没有僵尸你们猜我吃什么你们猜我吃什么？哦，僵尸在里面。那我觉得我应该吃过。我吃蒸饺常会想象我们老了的样子一盒够吗够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吃饺子对看很看啦看我当天想不想吃但因为今天很想吃所以就点了蒸饺我很能吃但我要看我喜不喜欢吃那个东西但蒸饺对我来说就是还好啊白饭就是很喜欢对午餐，我会想起来吃的东西，嗯，就是偶尔会想吃，但不会像白饭前天都想吃。我今天本来很想吃炒饭诶，蒸饺里面包白饭也太可怕了吧，感觉很饱诶。要吃什么？鲜虾、鲜肉、蒸饺。但水饺跟蒸饺，我比较喜欢吃蒸饺，因为蒸饺皮比较薄。这有比较清淡吗？我也喜欢无眠，无眠好听。炒饭跟白饭有差啦，但我只要是饭我都喜欢，就比较不喜欢水饺皮很厚，然后都是面粉的味道。
会当了解。米汉堡可以啊，嗨嗨。好娇癫的头像好可爱哦，这是骷髅吗？快点收回，晚点晚上 OK 没问题。我不喜欢厚皮水饺，我喜欢馄饨。一枝甲互相依偎的情爱，我忘记把烧肉蛋糕的贴纸弄掉了，对不起，我每次吃东西就很认真吃。我最喜欢，我最麻烦，我最希望来恋爱。我喜欢吃红油炒手，就喜欢薄皮的，我不喜欢厚皮，因为我不喜欢面粉味。嗨嗨，记得蒸饺蛋糕不要，那我绝对吃不完。白饭蛋糕还可以，蒸饺蛋糕不行。我有化妆，哪里没化妆？我有化。大颗的跟一般的，对我来说，它大颗小颗都没差，是里面包什么才有差。对，就是纯包肉的那个炒手没那么爱，但是只要有包虾子，我就很爱，喜欢吃虾。不用剥虾子皮，真的。上班打个卡，好，上班辛苦了。我好像吃的蛮快的，才八分钟。全程跟播。你吃什么？虾子。嗯。就要吃掉。再要一个筷子。对，我在吃午餐。下午直播，但我真的很少下午直播哎。但最近可能比较忙一点的话，就会时间比较不固定。对，就上班大家辛苦了。我觉得我最近比较能吃哎，好可怕啊！今天一小时。谢谢龙魂的梦幻泡泡。上班怎么会有看日子不重要呢？不能这样，刚下班辛苦了。上班辛苦了，你在食堂在吃苹果。所以已经划定，没问题。
饭之前那个像甜甜栗子，你们可以补充一下精神粮食。很弱智用力的擦亮夜空，涂上你的眼中不知道笑容。快把姜丝吃完，剩三颗耶，怎么吃这么快？谢谢主持人，是不是在瞧？上课加油，拜拜。有主管。嗨嗨，阿丹。效率加倍，真的吗，雨南？剩两颗，我快吃完了。谢谢鲁蛇的告白气球，谢谢。好久没有在自然光这么好的时候直播。边上班边工作，辛苦了。主管也看莉莉，一起追星啊！对，这样子真蛮蛮。他还 OK， 我一直想看你。应该不知道听什么歌，听莉莉直播。大家有看小编撸记了吗？现在是午餐，看着觉得特别累。十颗，充个电。谢谢鲁蛇的闪光星星，谢谢姐。Yeah. 谢谢鲁蛇的告白气球，十颗怎么吃得饱？可以啊，我看起来食量很大，但其实我只是白饭吃的多了一点，放下。小编录记，反正每次那个每次照片都超崩的，因为太累了。白饭就该配饺子，但我觉得是煎饺，不能配水饺。白饭和其他食物会是分开的。对，但是前提是要是好吃的白饭。还真不敢说吃完，还好吧，那碗没有很多啊。谢谢泡泡的啾啾你哦。你旁边是不是长痘痘？对啊，
但是没办法拍到脸，但就感觉动作看起来很累。不是哦，不是拉瑞，好吃的白饭太难吃，真的。但他有没有五碗饭？没有吧，大概两碗而已，两碗半吧。推荐哪边白饭比较好吃？大叉屋。很辛苦了，不会哦。对啊，我叫拉瑞姐姐，我可是有跟到所有的呢。天分上有几台？有两台，但基本上一开始跳舞之后没有什么感觉，对，除非冷气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强，但其实也没有到非常非常非常强，对，但那个冷气是你如果静止不动的话算冷，但跳起来完全没有感觉的那种。两碗半，还是我的两碗半跟你们的两碗半不太一样。福差亭的白饭也不错，我比较少吃哎、欸，我比较少吃哪一家？哈瑞之前，哎呀，那白饭好吃哦。那我觉得其实日系的餐厅都不难吃啊，那个叫什么吉差屋也蛮好吃的，工业用电风扇。那个人是完工的，对啊。留下一句不想说的再见，了你一点点。对，日系餐厅的米都蛮好吃的，可是但我觉得热炒的饭我也可以啦，虽然它没有那么好吃，但它就是吃一个 kimoji 的，就是它吃一个感觉跟多，对，你可以多喝一点，我还好，我喝不完，你可以多喝，我闻到了，对，热炒就是配起来好吃。真的，我觉得要稍微粒粒分明一点，不能太湿。谢谢中影的啾啾你哦，粒粒分明。什么很酸？酸辣汤，蒸饺不就应该配酸辣汤？先不要给我。拿走啦！就跟你说，不要拿过来。你要跟谁分明？粒粒，我要跟阿丽分明，粒粒分明。这炒饭也真，只吃饭也能吃很多，这基本上不太会只吃饭，你一定要有个味道吧，就是什么酱之类的，干一点的饭吧，不要为别人吵架，粒粒分明。嗯。我们来看看大家帮我们整理的那个童真。骷髅罗与李家姐妹的故事，我来补一下。米心不能米心不好吃。哦，现在帮大家回复一下骷髅罗与李家姐妹的故事 EP5。然后就是前面就是前情提要，就是骷髅罗跟小绿跌进了堂坑，然后在堂坑里住了一晚，他梦见了品涵说的那些。品涵说了哪些？我来看一下。品涵，哦，好，就是EP4先帮大家补一下 EP4 by 品涵，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那天在我们家，然后就帮骷髅罗写了一段故事。哦，品涵说的都变梦了，然后原来如此。哦，白饭跟水稻两棵树这么精准，
日本饭，因为日本饭超好吃，好像你都不说吃。哎、欸，我也觉得，但好像比较少会加那个饭松之类的，我都直接吃比较多。我喜欢饭原本的味道。好，然后反正 EP 四就是平凡说，睡醒之后他们就继续在森林里面走着，寻找牛奶糖。在路上遇到一只神奇宝贝跟它的主人平凡，对，然后我们主线剧情的那个李家姐妹都还没出现，平凡已经出现。虽然遇到了，但没发生什么事，他们就继续前进了。什么意思？平凡的部分变成在莉莉大饭店的梦境了。然后继续前进，遇到狗狗哈库，但因为哈库太任性，就冲淡了他们两个人。那个是梦境。哦，对，在骷髅楼的梦境里面，对，然后继续前进，遇到了狗狗哈库，然后因为哈库太热情，就充当了他们两个坐骑在他们前进，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反派智龙，这完全跟主线剧情没有相关啊。然后智龙是老爷爷猫咪，看不惯可爱的牛奶糖很久了，然后哈库就开始与智龙决斗。To be continue。好，然后骷髅罗就在唐坑大饭店里面做了平凡说的这些事情的梦，然后就醒来了，耶！小绿来，哎，骷髅罗来，你是不是把它拿去那边？然后，对，然后他梦见的平凡说的那些，然后隔天早上。隔天早上醒来就新的一天，然后起床了，然后早上起来就跟为什么那么多早上起来？对呀、啊，和小绿出发启程要去森林里面探险，然后他们爬不出立坑，不行，他们一定要爬得出去。坦克里面有一段梯子这样，然后他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爬出去，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哦，你各位的坦克跟那个骷髅的坦克不太一样，你们的坦克没有梯子，谢谢大家。然后爬出去之后，他们就走，在森林里面迷路了。然后就算有小绿，骷髅罗还是迷路，因为骷髅罗爱乱跑，就跟李彩杰一样。然后就是左看看，右看看，再左看看，再右看看，然后再看看 Google 地图，然后发现根本不会走。没有看 Google 地图，没有看 Google 地图是你，不会看 Google 地图的是你。逃出坦克的人留下来，什么意思？然后他就是一只好奇喵喵，你有要让他相遇喊喵吗？可以啊。那后面给你想。然后他就是一只好奇喵喵，然后在森林里面左看看右看看，再左看看，再右看看，再左看看，再右看看。然后他就跟小绿走失了，哇哈哈哈，走失了，哇哈哈，走失了。对，他们就在森林里面迷路了，然后找不到对方。嗯，这很像某一次李彩杰迷路，然后他不知道下公车下到哪一个地方，然后他也不会看，他也找不到那个门牌号码，他也找不到门牌，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我公车就坐到这里，就下来了，然后就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对，好，继续。他们在森林里面迷了路，他们找不到对方，骷髅就很伤心，坐在一个石头旁边。骷髅就说：“小绿呢？我的朋友，我的土魔大姐不见了，不见了。”然后他就走，他就遇到了长得好像小绿，但又好像不像小绿的小绿，类小绿。然后，嘿，骷髅罗，你怎么在这？然后骷髅就觉得他也很奇怪，因为他长得有点不像小绿，但是他只能先跟他走这样，因为这样才可以，因为他也迷路，对，他也没有解，他只能跟这个很像小绿的人先走一段这样。然后类小绿就说：“哎，你迷路了，那我们一起走吧。”所以骷髅就跟类小绿，然后就这样走在森林里面。然后呢，小绿说就在那边，什么意思？然后小绿，然后骷髅了，
就顺着他的手指这样看过去，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夹，很大的一个夹。然后库洛洛就说，我们找到牛奶糖的地方了吗？小绿就说，我们走进去看看吧。然后他们就走着走着走进去，他们就走进这个家了。然后那个家非常宽敞，有一个临时贩卖机，就是你只要按它就一直出来，这也太幸福了吧，我也要。然后库洛洛就赶快跑过去，因为他也在森林里一天，然后莉莉大饭店又没有提供吃的，明明就有，哈喽，伙食很好，好不好？你们给我乱编故事。然后就按了那个，然后就赶快按了那个贩卖机，然后掉出一包肉泥，然后库洛洛就很开心的吃了。顺着手指应该是库洛洛。然后吃了之后，他就感觉身体有点不对，但是目前还是无恙的状态。他就顺着那个豪宅，然后他们就跟着楼梯这样走。然后因为他一进门，就是那个豪宅门打开，唰，然后有一条大楼梯，然后旁边就有贩卖机。他就跟着小绿这样走，走上楼梯之后，看见第一间的房间，打开门，然后就发现一只跟库洛洛一样黑的黑猫智龙。对，他们打开门发现智龙，然后智龙原本就怎样趴着啊？原本趴着这样，他原本那样趴着，到底是怎样趴着 ？Hello， 这样趴着，然后那样趴着，到底是怎样趴着？这样趴着，这样子趴着啊？哦，叠手的时候趴着，对，叠手的时候趴着。Hello， 你要讲清楚他怎么趴着。你这样趴着那样趴着，我怎么知道？我看文字，我怎么知道他怎样趴着？那就是书记的问题。智龙性犬吗？对啊，智龙性犬。对啊，智龙性犬。跟你想的没错。对，智龙性犬。好。然后他就看到有人，他就这样，他就转动他的头。然后眼睛就这样变尖尖的，尖尖的眼睛，然后喵，什么意思啊？这到底什么故事啊？好了，然后好，莉莉的 EP 6要开始了，要附影片吗？没有，我是把它截图截起来了。对，然后我想想，分镜毁灭，这 EP 5太长了，哈喽，你拖台前啊你。猫生气眼睛会变尖啊，是哦。猫生气眼睛会变尖啊。错过的人，感觉我这种心情，瞳孔啊，瞳孔会缩起来，眯起来，好。然后刚刚的故事我们继续下去，然后打开第一间房间遇到了智龙嘛，然后就是对，因为智龙已经在这个星球存活，就是活了很久了，对，它是一只老喵喵了，它是非常沉稳的老喵喵，但它不太喜欢对理小屁孩，对，像是我们，对，小屁孩，所以你的故事，这现在的小绿到底是不是真的小绿？好，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对我们的那个副监谈来自己解释。好，然后他们就打开了第二间房间，因为智龙看起来太派了，对，所以他们就打开了第二间房间，就发现了李家姐妹的姐姐，然后她的房间非常的稀花，对，然后她虽然很喜欢熊，但还是有为了，就是因为这个星球就是充满了很多喵喵喵嘛，对，然后所以她的房间就有很多很可爱的粉红色肉泥。然后他就拿了一条肉泥喂了库洛洛，对，姐姐登场。
富坚堂跟馅饼还多，他比较天马行空一点，对。然后他就拿了那个肉泥喂了酷乐乐，对，那酷乐乐就很开心。怎么办？我很没有想象力。对，然后我的房间就跟就是设置都是粉红色啊，充满粉红色、白色啊。对，我为什么又在叙述我的房间长怎样？反派智龙，我不知道李彩杰想要怎样的主线啊，但我觉得我应该赶快让李家姐妹出现。然后因为一条肉泥，所以就把骷髅髅。你很恶心哎、欸！你给我找出来哦！我目睹了全程哦，小姐。恶心死了！没有，不告诉你们镜头外的故事。臭憨憨，帮我拿下枕头。你刚掉下来哦。臭枕头，他叫小枕头，不是臭枕头。臭枕头，哎、欸，不能有入侵。臭枕头。好，然后因为一条肉泥，所以莉莉就跟骷髅髅成为了朋友。トモタチです。对，トモタチです。然后因为这样子，因为就是。骷髅髅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也跟小绿成为了朋友。对，就是 We are 友達です。人生有了你，记住耳朵。然后他们就在莉莉很舒服的房间里面过了一个下午，吃了很多下午茶，然后吃了很多甜点。怎么办？我真的很不会掰故事哎。李家姐妹有说什么？现在只有李家姐姐妹妹还没出现。米娜桑，我们没有住同一间房间，让我可以在幻想里面不要住同一间房间吗？我不要再跟她睡同一间房间了。We are 友達，对 ，We are 友達です。这有多狼狈。对，让我在故事中可以有自己的一间房间，谢谢。没有回 EP 2的剧情，好不好？那他真的现在是在豪宅 ，EP 2是莉莉大饭店，剧情都是吃东西啊，我就爱吃啊。送什么传说中的道具？传说中的道具是什么？李彩杰的故事每次都很跳通，我都不知道怎么把它掰下去。但就是要他这个跳通，我比较好，我比较好接，对，对。然后因为收服了，不是收服啦，就是跟骷髅髅成为朋友之后，就是他们就一起在莉莉的房间待了一个下午，对。然后房间非常素悉，然后有毛毛的地毯啊，有什么，就是很可爱的房间这样。然后。就是休息了一阵子之后，他们就前往下一间房间，就遇到了李家姐妹中的涵涵耶。Yeah, 我的闹比较跳痛，没有好不好？没有跳痛。好，然后就进到下一间房间，就遇到了涵涵。我就问你们，这几只猫你会中毒吗？不会，我的猫泥是正常的。还想说服哭了了，姐妹相爱相杀。好了，我们今天的 EP 6到这里。我真的很不会讲故事，我的故事好无聊，反正故事比较好笑。故事果然还是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杜苏和茉莉的风，回忆里被爱，那股悸动，颜色好红，温柔好浓，在胸口浮现你的脸容。他一直想要挖坑，结果你都没有挖给他。有啊，我现在就挖了一个坑给他。
却没重逢，只有想碰却又不敢碰的那种悸动。从那懵懵懂懂走进各自天空，该怎么说让彼此选择？哎，嗨，小安，对，不能握的手，不能握的手，不能握的手，从此你你的朋友。哦，果然是不能。我跟你说，我都有一个声音的开机时间。就是我只要我一定要睡醒一阵子之后才就是才会声音才会正常。谢谢幻影战士香槟level one。这节时候他们就觉得中毒，但喊喊来救他，傻眼，他是吃了楼下的猫泥才中毒。今天的坑感觉很简单，因为我没有特别挖坑给李彩姐啊。对，我嗓子还没开。谢谢博传的浪上野猪冰冰。嗓子还没开，帮莉莉瘦脸，真的，谢谢酷乐乐。回忆里被爱那股悸动，天色好红，温热好浓，在胸口浮现你的脸容。也许当时我年纪真的太小。对啊，卡痰。谢谢潘朵拉小鸡蹦蹦。这种啊，谢谢幻影战士的盛典红毯，互相挖坑哈。谢谢幻影战士的射球花王，谢谢金州的紫普的守护灵。距离完结还有几集？会到我们没有任何灵感为止。让更静好。但所有如果都没有如果，他是今天播，他今天播，最永久。哎，真的，真的七点半。一加三，谢谢冰特选的做你的喵。你还记得填坑呢、欸？对啊，所以不要一直挖坑，挖太多坑之后就完蛋了。没有灵感就恢复前一阵子。不再联络，不能握的手。谢谢令我救救你哦，今天只有一小时哦，大家。今天比较短，只有一小时。旅程的终点不一定啊，搞不好还有其他故事。谢谢阿龟的行李箱，谢谢抱着啾啾你哦。Yeah. 你不属于我。我一直觉得好像有什么想要跟你们聊，但我一直忘记。我来看看我的手机。谢谢幻影战士香槟 level one。你们不觉得这次生日会的背景超好看吗？很有巧思，对啊，第九层的手机没有啊，我就只是觉得很好看而已，对。学院风，谢谢幻影战士香槟 level one。生日会没去，原来如此，我也没去啊，只是我有看大家的那个大家的照片。谢谢幻影战士香槟 level one。六月的细节很多，学会放开手，真的从来不舍得。他真的生气了，哦，假生，完了，我只有看你的照片，没关系，看我就好了，看我就好了，不用看别人，嘿嘿，还是很厉害，对啊，
深秋以后，战场里有提花封下去。很期待十一月的生日会。背后的，请问还有年龄，还有毕业证书？我不知道哎、欸，你可能要问生日，你可能要问生日当月的，就是当月的人，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去到现场，我不知道。时间静守候，去年很难超越，会吗？我反而是觉得今年的圣诞题。不知道怎么办。听说的有哦，那很厉害耶！我直接请那个气球公司来，请气球公司来弄。放开手，就像舍得，从来不舍得。中间放。经费在燃烧，中间放红毯是要毕业，是不是？毕业典礼，典礼开始。毕业典礼不是都有红毯？阶梯到门口。花枝树。在二楼卡车卸货上不去，烦恼到睡不好。不会啦，台下穿西装，一次的设计要用两场。是哦，可以换，可以不能换吗？不能换设计哦。可恶。是静静守候。原来毕业典礼有红毯啊，学校毕业典礼不都有红毯？来不及布置啊哈！但我就是一个对于我自己想法出来的东西会比较有多要求的人。B 点是我们的 B 点也有啊，不一定哦。B 点啊 ，B 点不一定哦，因为我好像都有哎。来不及布置，只会自己家长帮忙。对啊，还没想哎、欸，还没想颜色，而且我不喜欢爆雷，嘿嘿。没去必点，必点感觉一定要去一下的吧？要请活动公司来弄了，没有啦，开玩笑的啦，开玩笑的啦。我最后会跟 B 点学，我能怎么办？哈，可是 B 点一生只有一次哎、欸。换首歌。你的不像玩笑，什么意思？但合照看你也只有一次，小毕点，毕点刚结束，人家下了七点，笑死！大家选合照哈，可是毕点很重要哎、欸。大学毕点其实没点想去，晚上哦，原来如此。去年毕业刚好疫情，连线上啊，连线上毕点都没有，也太夸张了吧！线上的感觉应该还是要有一下。
没有你重要吧？好，系上跟全校，原来如此。抬起头，哎，不过高中有哎。私奔到月球，研究所必点都没参加，超叛逆，叛逆的开始，庆祝上社畜的开始，其实没很重要。他姐他家上真的是不认识，也是啦。嗯，必点是什么？谢谢芋头的救救你哦。对，我也有必点哎，卤肉饭我们同年吧，所以都有参加到必点。嗯哼哼，因为我搞很快你们，今天播到4点，没有毕业旅行很难过哎，就拿到那毕业证书就没什么感觉。我也有毕业，有谁是跟我同年的？106，哎，106吗？不是，对，有人跟我一样是106学年吗？高中入学学年，我们同届，有没有？没毕旅没毕点，拼拼，小你一届，107的，哇，106，对啊，106学年，高中入学，高中入学学年，小心因为 SARS 取消大学毕业没日，天哪，我106啊，哎，没想到跟我同届的很多哎，哎，毕旅他们去拍我没去，哈，怎么没去？106入学，大两届，开始报学号。哎，我居然还记得哎，我居然还记得哎。抬起头，七八九，107大部分是有毕旅没毕点，哈。没有，我是90年次的。110高有106，哦，40000多啊！啊，如果可以，就是有选项可以去日本或其他的选项，我可能会比较想去日本。已经变密码，被叫了3年还是有点印象。没有，因为三年画卡画了无数次请假的那个假卡，画了无数次。李佳丽你要来请假啊，我请到那个学务处的老师都知道了，李佳丽你要请假啦。高中学校直接变成电脑密码，没毕业也没毕业，真的太有趣。对，画假卡画到不会忘啊。对啊，106欸，我那天看到就是大家不是有穿那个吗，穿制服来找我，然后我看到卤肉饭穿着106学年的，我不知道怎么觉得有点开心哎，就是居然有同年的人喜欢我，就是就觉得哇哦，好开心哦，对。先画好放家里。对，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其实同龄的人。会喜欢同龄的偶像其实就是蛮特别的嘛，然后我只要看到就是有一种同学的感觉，但他其实是就是他是你的粉丝，然后就觉得我就觉得好开心哦，而且重点是就是106学年，然后就觉得哇哦哇哦，对，很亲近的感觉模样无法遗忘，超老狗狗说你是看狗的，没有，因为如果你们之前就是在更久之前有跟到的话，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么 local 跟你说你赶工的哦，太
在我跟韩寒中间。我是嗡嗡的学妹，对，我是嗡嗡跟切黄的学妹。我刚刚从姐姐变同年龄，又变妹妹，笑死。大家可以开始，差不多可以开始打内容了。等一下差不多了。为失去方向，可以差不多可以打内容了。有一种悲伤。对啊，我是切黄跟嗡嗡的学妹，跟韩寒同年但小一届。那好像放到自己学妹那个心情其实也蛮像。无法遗忘。对啊，嗡嗡自爆了。好 ，OK， 谢谢 Akira 的啾啾你哦。对啊，没关系，反正已经毕业了，我没有那么怕了。对，之前还在学校的时候比较害怕，但毕业了就还好了。对，嗡嗡有不小心讲出来，对。毕业，对啊，毕业就还好了，是毕业，就是还在学的时候比较危险，毕业就还好了。对啊，毕业后也不会上学，所以真的没关系。谢谢西西的美式汉堡。对，在学校的话，嗡嗡是学姐，但在偶像的话，我是学姐。对，差不多来念榜了，大家。要来念榜咯。那就好像知道了。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会那么 local 的跟你说你港工的了。颠着一个小时啊。毕业后有去过吗？没有，没有回去过。现在大三，但我休学啊。你敢工作？知道，天知道我那时候看到这件制服的时候多么震惊啊！事前不知道被说应该很敏感，习惯性逆转。对啊，你敢工作？对啊，高中毕业都不会再回去了啦。所以其实我们很久以前搞不好见面过、哦。而且我那时候的口气真的是用一个哎，好久不见啊，你敢攻的、啊、的那种感觉，笑死。不会，我就没有制服日啊，我又没有读大师。我要念榜了，大家。我要念榜了。太阳你的这个爱情绝对，我就很不小心，就你是什么什么的、啊，对。嗯，喜欢音乐会有穿到制服，是哦。好啦，我们来念榜吧，大家。哎，小绿你怎么到了？小绿你先坐一下旁边好了。第一名是《幻影战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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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一名的欢迎战士，谢谢。哪天莉莉的 solo 演唱会，我也希望有这一天。少了心感谢真的。星期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欢迎战士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生日快乐！第二名是卢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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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会改进，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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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要这样，不是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
对，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想。我只是那时候想说，就是帮姐姐，对，就是对，对我就是怕，就是如果姐姐看到会难过还是什么之类的。对我就是想比较多，但我没有要怪任何人的意思，因为我以前也没有讲过啊。对，我是说希望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是可以帮我完成这个小小的心愿。对我没有要怪你，我没有怪你 ，sorry， 我没有要怪你，但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先跟大家这样说，对，对我没有要怪任何人，对，不要以为我要怪你们，对不起，没有，对不起，土下座没有，我就只是希望可以提醒一下大家这样。可是还是很谢谢鲁蛇帮我拍美照，谢谢，谢谢鲁蛇，谢谢。只是我就是想比较多，我帮他们，对，帮他们想一下这样子，对，所以希望鲁蛇不要走心，对，对不起，对我只是对害怕，对，我对帮他们想一下这样。谢谢谢谢第二名的鲁蛇，谢谢谢谢鲁蛇帮我拍美照，谢谢鲁蛇。第三名是泡泡，谢谢泡泡，谢谢第三名的泡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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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泡泡，希望明天抢票顺利，希望祝大家抢票一切顺利，顺顺利利。谢谢谢谢第三名的泡泡，第四名是包子，谢谢包子，我在，嗨，工作辛苦了，正职加油哦。谢谢第四名的包子，第五名是钟莹，谢谢钟莹，好紧张哦，你们都可以的，抢票加油，可以，祝你们都抢到 VIP 的票，谢谢红娘的一个，我也期待。谢谢谢谢第五名的钟莹，大家记得锁定浪 K 歌哦。第六名是林果，谢谢林果。哎，林果你没有打哦？哦，有了有了，是刚刚没有跳出来。小编卢记，感觉超爆热，超级无敌爆热的爆炸热，对我每次都很热。期待表演那天，我也期待，赞赞赞一波，耶耶耶，对，赞一波。谢谢，不管什么，我站的地方，只要我在的地方都是最闪亮的，对对，所以不管站在哪里我都是最闪亮的，对，只要觉得自己是最闪亮的那个人就够了。谢谢第六名的林果，谢谢。第七名是阿 k 拉，谢谢阿 k 拉。小剧场的想象力啊，好，我会加油的，我会努力，就是发挥我的想象力，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谢谢第七名的阿 k 拉，谢谢。第八名是芋头，谢谢芋头。下周要去当兵，当兵加油，八月底就回来了，好，当兵加油，觉得他很累的时候可以想着我哦，期待下一次的见面，谢谢芋头，加油，当兵加油，可以，我只要想着我就会给你满满的力量，耶、yeah ！谢谢第八名的芋头，第九名是西西，变香水小偷，薪水小偷，谢谢西西，谢谢第九名的西西，香水小偷也好啦，香水小偷感觉就香香的，谢谢第九名的西西，第十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看起来你还太晕了。看起来很好看，还有我跟你同届哦，原来我们都同届，同届106学年来的，耶、yeah ！谢谢第十名的博成，谢谢谢谢博成。第十一名是冰车神，谢谢冰车神。当然有利刃，有利必看，利腿好长，当然我可是 TP 美腿担当，自己说。谢谢第十一名的冰车神，谢谢。要看浪 K 哦，记得看浪 K 哦，来听弟弟唱歌哦。第十二名是数学课本，谢谢数学课本。再见。小心不要骗了什么东西啦！被骗是怎样？谢谢第十二名的数学课本，谢谢。
第十三名是阿龟，谢谢阿龟。入学那年是我毕业那年，是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谢谢阿龟，谢谢第十三名的阿龟，谢谢龟龟。第十四名是龙魂，谢谢龙魂，谢谢第十四名的龙魂，谢谢龙魂，可爱的这是谁？麦当劳叔叔，谢谢龙魂。第十五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谢谢第十五名的吉米粥，谢谢。第十六名是 Rain， 谢谢 Rain， 耶、yeah, ，让可以请个加长班 ，OK。只要我在的地方就是最闪亮的位置，不管是哪里都很棒。那我高中都会一直会开空调，这里的好感生不会哦，没有这回事，不应该小绿道歉，骷髅不用道歉。漂亮，我去不了那天我没。啊哈，表姐结婚，好吧。不会走心了，这人立着不需要道歉，因为我怕我这样子讲，然后就是因为你们已经修图修得很辛苦了，我还这样子说。对呀、啊，只要是我在的地方，就是最闪亮的。喜欢什么调？我喜欢木质调的香水，感觉就想到没有，我是说香水小偷这个名字。对，谢谢 Dragon 的，救救你哦。有了，对啊，最近忙，好啦，差不多到这边啦，跟你说拜拜，好，睡午觉再睡回去啊，因为根本没有修图，笑死，谢谢鲁蛇啦，今天真的爱找新的人，对，我只是怕这样讲就是不太好，所以我还是先道歉一下，可是希望，我想鲁蛇应该会懂我的，我为大家想的，就是那个想法。对，所以我还是想要先说一下对不起，就是说了这件事情，所以就缺木子呀，哈哈。好啦，大家说拜拜啦。刚才有等到大家回家，回家小心。好啦，拜拜，耶、yeah。